私の名前は清水淳です。在这片被海洋包围的土地上，大家都叫我淳さん。我喜欢海洋，喜欢追浪，喜欢教人冲浪。2005年，我跟朋友一起到台东参加音乐季，只住3天就决定要留下来。隔年我在当地开了一间冲浪餐厅，餐点都我设计的，生意很好耶。有空的时候就教部落的小朋友冲浪，有些孩子后来也当了教练，还自己开冲浪店。他们不需要离开自己的部落工作。我是比较 focus 的是在地发展跟这个文化。不冲浪的日子就弹吉他唱歌。我以前还是雷鬼乐团乐手。有人说我不像日本人，个性太浪漫奔放，但我认为在世界上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没有谁一定要是什么样子，重要的是要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。我还是原来的我。在海上我冲浪，陆地上我滑滑板。3年前我离开台东来到台南，我在这边重新开始教冲浪，也教滑板。来台湾已经24年了，每天都觉得幸福，好多好吃的味道，但最爱的还是人情味。如果说日本是故乡，那台湾就是我第二个家。今年5月，我有了一个新身份，身为台湾人，我很骄傲。